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普世欢腾的季节当中，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的主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赐下恩典和真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贫穷而可以成为富足，因为他应许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今天在七日的头一日清晨，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我们想到当年主降生的时候，牧羊人怎么样归荣耀于神，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来赞美我们的神，并把这样大好的信息能够传扬。因为传福音的脚中，报佳音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把这样的大喜的信息能够传开。我们也愿意效法东方的博士的奉献爱主的精神，把他们最好的礼物献给我们的主。当然我们也将我们最好的都献在主的面前，蒙主的悦纳。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的心灵都在你面前蒙主的保守，让我们用我们的歌颂，用我们的赞美，用我们的感谢为祭来献给你。愿主你亲自来悦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LCBC 的弟兄姐妹们，以及在线上透过网络直播一起来敬拜我们天上父神的主内众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默想的主题，就是对耶稣降生的冷漠和敌视。我们要看两处的经文，头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要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好的，以上。我们越来越接近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记载比较详细的有两卷的福音书第一卷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看过的路加福音第二章。那另外一处呢，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马太福音第二章。那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透过天使把这好消息，这大喜的信息传递给牧羊人然后呢，天使天君一同歌颂赞美，说荣耀归给神，平安呢归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二章充满了平安，这就是大喜的信息。但是今天你们留意，我们看了马太福音第二章却带来不安。请注意看第三节，第三节说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临到的时候，希律王听见了，第三节说他心里就不安，然后呢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很奇怪哈，上个礼拜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带来的平安，那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降生对某些人来说却带来不安。因此从第一个圣诞到今天以来总是有人对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感到不安，所以呢，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冷漠的态度，或者是敌视的态度有敌意。那今天我的讲题，各位们留意，我用对耶稣降生的冷漠和敌视取代对圣诞节的冷漠和敌视。因为圣诞节跟耶稣的降生其实是两件事情。例如有些自认为虔诚的人他们是不过圣诞节的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对耶稣的降生冷漠，或者对耶稣降生的敌对敌视那他们不庆祝圣诞节有他们的原因他们认为圣诞节太世俗化而且他们认为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记载12月25号是耶稣降生的日子甚至于呢，他们说12月25号过去是异教的节日，所以呢，他们
不愿意、不喜欢啊过圣诞节。当然，这样的论调，有人批评说，在教会里面啊制造纷争啊，制造啊分裂啊。尽管如此啊，我们还是仍然啊尊重他们啊的决定，他们的选择。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他处理对于拜过偶像的祭物能不能吃的问题啊，他的处理的原则啊，可以让我们来处理今天有些人啊不庆祝圣诞节啊，我们尊重他们的啊看法啊。所以保罗说，我们要接纳那些信心软弱者啊，也就是说，他们对圣诞节啊冷漠，对圣诞节啊不喜欢啊，并不代表他们对耶稣降生的冷漠，或者他们对耶稣降生这件事情的敌视啊。其实他们当中真的有人是很爱主的啊。反过来看，那些狂欢狂爱圣诞节的人啊，并非一定是热爱主耶稣基督的。很多人他们不信耶稣，却很喜欢过啊圣诞节，因为他们看着西方人在圣诞节交换礼物，很浪漫的装饰啊，还有各种大餐啊，对他们来说，不管耶稣有没有降生啊，其实无所谓，因为对他们来说，大吃大喝这些食物、这些装饰啊比较重要。当不信耶稣的人啊学习啊基督徒过圣诞节啊，可是他们却不在意耶稣啊，对他们来说，圣诞节其实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啊。他们觉得基督徒过圣诞节啊，很温馨，很热闹，所以呢，非基督徒也很喜欢这样的情境。也就是说，最终这些非基督徒把圣诞节学会学走了。那问题是，这些非基督徒他们只学会庆祝圣诞节，但是没有把耶稣啊一起带去，他们反而抛下了耶稣，他们以圣诞老人来取代啊耶稣，他们只喜欢圣诞节的气氛啊，却不明了啊过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对他们来说，圣诞节与我何干呢？我只是想要有个假期来休息，来开开 party 啊，开开心心，与家人、亲朋好友啊吃圣诞大餐而已。为什么圣经不告诉我们耶稣降生的日子？我们读了马太跟路加两个人所写的关于耶稣降生的记载，我们不得不惊奇，他们两个人对耶稣降生的事情记载那样详细，可是却遗漏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降生的日子。路加福音记载耶稣降生的地方那样的详细，不但记载了耶稣降生的这个城邑的名字，就是伯利恒，而且还说明耶稣是降生在客店当中，连耶稣被放在马槽里那样细微的事情都不厌其烦的来描述清楚。此外，他又述说天使对牧羊人所说的话，以及当时详细的情形啊，
以及天使天君所唱的赞美歌都一一的记载下来。那路加和马太记载耶稣降生的事情这么样的详细，那怎么会把耶稣降生的日子忘得干干净净啊？不曾记载在福音书里面呢？其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的神啊，他是啊全智全能的神啊，他不会做错事情。我们的神啊，不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确切的日子啊，必定是有原因的。我们如果存着谦卑的心来查考圣经，就能够看得出来。请问耶稣基督降生大概在什么样的年代？我相信很多人会回答说大概是2000年前，因为我们的公元是根据耶稣降生来计算的，今年是2020年，2020年。那所以你说耶稣基督降生在2000多年前是吗？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1:1-2，请看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另外我们还可以再参考第8:58，耶稣当年他对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啊，就有了我。另外呢，哥罗西书1:15，那你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啊，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个道呢，圣经说又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呢，这个道是太初在一切被造以前就存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止2000年，在太初的时候就存在了，在一切万物被造以前它已经存在了。刚刚我们所读的以上那么多的经文不外是说神是自有拥有的，所以呢，何来诞生的日子？耶稣被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那个日子并不是诞生日，而是他成了人的样式，成为人身，道成肉身，出现在地上的日子而已。神知道人是喜欢过生日的，我们人都为自己过生日，为父母过生日，为儿女过生日，为丈夫过生日，为妻子过生日，为朋友过生日，为所敬爱所敬仰的人来过生日，照样人也为他们所拜的假神来过生日。东方人所拜的假神也有生日庆典。在东方我们看见庙宇很多，所以庙会活动也就特别多。每逢人为他们所拜的假神过生日，必定会演戏酬神，办宴会大吃大喝来庆祝，好像替人过生日一样。所以神知道
如果他让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哪一天，那么一定会很多人因为肉体的软弱和习俗的影响，就要为耶稣来过生日，如同他们从前所拜的假神一样，替他们的假神啊过生日一样。那么这样一来呢，人们呢就把人跟耶稣就是要把耶稣看得跟人跟其他的假神一样的，因为人跟其他的假神都有一个生日，那岂不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神不让我们知道耶稣的生日，那么这种危险就没有了。其实为什么有圣诞节的来源，那些反对过圣诞节的人他们认为这个圣诞节12月25号是异教的节期这个来源是这样的，简单说，罗马人他们用来庆祝他们太阳神的大节日就是用12月25号因为按当时候罗马人的传统他们从12月17号一直到12月的25号整个星期就在庆祝，而12月25号是庆祝的最高峰，他们就以这一天定为太阳神的生日，那么就在那一天呢有盛大的庆祝，全国吃喝狂欢。当然那时候有一些基督徒有参与因此那些基督教会的领袖那些主教们就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参与庆祝假神的节日，所以呢就把12月25号改为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因为罗马人他们以12月25号为太阳神的生日那基督教会的领袖就把那天转变为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新的太阳因为根据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他就是当时候基督教领袖认为说是我们的新太阳，罗马人所拜的那个是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新的太阳这就是为什么圣诞节被定为12月25号的原因。其实呢话又说回来，今天庆不庆祝圣诞节我们彼此的尊重只要我们能够荣耀神凡事都可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对耶稣基督的降生的属灵意义我们却不可忽略。那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我定的主题说是对耶稣基督降生有两种人，冷漠以及敌对抵挡我们先来看看冷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所谓冷漠就是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无动于衷
毫无热情，也就是说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毫无回应。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圣经说他们是很冷漠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刚刚读过了耶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我们的主来到他的百姓当中他的百姓却不接待他。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对耶稣冷漠的人的心中的生命当中是无足轻重，也就是说可有可无的那从马太福音第二章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种人的代表是谁呢？就是祭司长和文士。当希律王问他们说耶稣基督会生在什么地方，他们立刻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回答希律王就像例行公事一般告诉希律王基督将生于犹大地的伯利恒精确到一个伯利恒这个小镇他们非常熟悉圣经他们还引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弥迦先知预言预告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而这件事情对整个犹太人来说是何等重大以及期待已久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救主弥赛亚他们期待已久可是这些宗教的领袖祭司长文士们却全然的沉默与无动于衷真是惊人因为伯利恒就离开耶路撒冷只不过是六七公里之外在这么近的地方人们长久盼望的弥赛已经降生了但是却没有一位犹太的宗教领袖去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伯利恒去寻找耶稣反而卑微的这些牧羊人他们得知救主降生在伯利恒的好消息的时候他们就欢喜雀跃而且开始传扬而宗教领袖们他们是神话语的护卫者也是神的子民的教师们却不为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不为所动毫无兴趣这个犹太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是神道成肉身成为人对犹太宗教领袖来说却冷漠以对他们虽然熟悉旧约圣经他们也明白先知的预言所以当希律王问到说关于耶稣基督降生地的时候他们可以引经据典的一口就回答出来说在犹太的伯利恒然后说因为在圣经上弥迦书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呢他们只是东方的博士只是别人只是希律王只是别人说你们可以去伯利恒去寻找救主可是他们自己呢却不去
当我提过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大约只有六七公里的路程，一个成年人大概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走到的。这个跟那几位东方的博士千里迢迢来朝拜主耶稣的差别是何等的大。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不在乎，他们不想去敬拜这一位精神真神，所以呢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对祭司长和文士的描述就只有这两节经文以后就没有再出场了，就再也没有提到他们了。也就是说整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好像跟跟这些文士跟这些祭司长跟他们毫无关系，他们的回应只是翻翻查考资料，复述重复的说一些跟他们毫无相关好像对他们毫无关系的资料而已。我们知道今天不信主的人对主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的冷漠可以理解，但是今天许多基督徒变得对信仰的冷漠提不起劲来也就是说习惯了麻木了，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和文化总和而来的压力之下，基督徒已经变得懒得再多想什么，只是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基督徒生活，其实内心是越来越空虚，越来越软弱，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于信仰价值的探索和实践，选择原地踏步。这段圣经提到两种人，一种就是对耶稣基督的降生冷漠，另外一种就是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敌视敌对。我们现在来看看哪些人对耶稣敌视和敌对，请注意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三节，第三节那里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因为当时候呢这个流言已经四散了，有人认为弥赛亚降生了，所以呢希律王就因此不安，因为他知道他并不是按照正统继承大卫王位的人，所以许多犹太人就视他为篡位者而痛恨他。那如果耶稣真是那一位继承大卫王位的人，那么希律王的王位就不保了，何况他也知道他是一位大家都痛恨的暴君，他树立了很多的敌人，他甚至于怀疑这可能是有人要推翻他政权的阴谋。在这之前呢，他好不容易才在犹太人当中树立起他自己的一点势力和威望，当然
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人会投靠他的。那么这些人呢，根据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说，他们是希律一党的人，被称为希律一党的人。而希律王他为了讨好当时候的犹太人，就为他们扩建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呢在主前19年就开工了建造圣殿，一直到主后64年才真正完工，总共花了84年。当然这是他的后代的王的时候完工的。但现在呢，居然有一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他来了。我们相信希律王的心里肯定是不安的。希律王感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他威胁，所以呢，他从不安到惧怕，他怕到一个程度甚至于呢，就使用阴谋来进行大屠杀。如果你继续读第二章的后面你就看见他用阴谋进行大屠杀就是屠杀凡是2岁以下的小孩婴儿他就是要除灭耶稣。所以那时候天使显现，就要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往埃及去避难，等到希律王死了以后再从埃及回来。所以希律王就是为了要除掉耶稣用阴谋进行大屠杀可以说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暴君。他上任不久就把前任的王杀光，还杀死他自己的妻子和他的家人，甚至于呢对他的亲生儿子呢也绝不留手。3个儿子被他怀疑密谋要杀他而被希律来处死。耶稣基督的降生受到敌视，受到敌对，受到逼迫，不单单是在2000多年前耶稣第一可以说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出现的，在今天我们看见美国世俗的文化潮流近年来也是越来越抗拒圣诞节的宗教意义。例如在商场里特意把圣诞快乐就是 Merry Christmas 改成假期快乐就是 Happy Holidays， 因为他们说有人信穆斯林你如果对他说Merry Christmas 那你就是对他的冒犯。也就是说用 Happy Holidays 这个在美国叫做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简称 PC。 如果在美国有人请你要注意 PC 它不是指个人的电脑，而是指政治正确。还有呢，在公众场所被
浸过啊，圣诞节的圣诗啊，不许摆放圣诞节的特别装饰等等。特别是在近年来啊，在左派激进无神论啊影响之下的那些啊执政者啊，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要抵挡啊，不让圣诞节啊太宗教化啊，所以呢，整个美国国家在这样一个执政之下啊，无神论的影响之下啊，越来越敌视圣诞节的神圣意义啊，所以不管是商店、是学校、是团体，就纷纷找出一些新的原因来，把圣诞节跟宗教的关系把它切割、把它分别，试图要剥夺圣诞节的神圣和历史啊意义。基督教的圣诗、基督教的祷文以及与耶稣基督有关联的东西啊都被删掉或是被减少。譬如在啊匹兹堡这个城市，将圣诞节的假期啊改名叫做闪亮的一天，它不叫圣诞节，它叫闪亮的一天。还有呢，在乔治亚州的一个政府经营的啊退伍军人医院啊，禁止在公众场所播放啊圣诞诗歌。我记得在38年前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手机，我们都是用收音机来取代接受一些信息。可是在每年的12月25号，你打开收音机，每一台啊几乎都在全天的24小时都在放啊，圣诞音乐，在12月25号整天的，你打开电视收不到什么啊新闻，都是在播放圣诞节的音乐啊，所以每年12月25号啊，真的是非常的享受，整天都是啊赞美神啊，喜气洋洋的啊，充满的赞美的诗歌，这是38年前啊，可是今天电台是不是这样呢？啊，在公众场所，不准你播放圣诞诗歌。其实这些呢，啊，基督徒啊不会感到惊讶的。我们不需要感到惊讶的，为什么呢？我们很清楚，我们追根究底来看啊，人们对圣诞节的敌对啊，并不是对圣诞节本身，人们所敌对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把圣诞节跟耶稣基督的降生说得比较清楚一点，那些会庆祝圣诞节的人，他不一定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那些敌对圣诞节的，其实就是在敌对耶稣基督，就是今天的社会的光景。所以呢，我们从马太福音今天所看见的啊，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当时候有两种人有不同的反应。一种人就是漠视，好像跟他们无关；一种人就是敌对啊，敌视。我相信在第一个圣诞节出现了这两种人的反应，在今天同样的，我们做个基督徒，我们仍然会面对对耶稣基督降生
的这两种反应是冷漠或是敌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的一员呢？希望是不是。我们都是尊主为大，尊主为圣，要来传扬耶稣基督降生的大好的信息。但愿透过今天的分享给我们很好的启示，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在这个仇敌想夺走平安的世代当中，感谢你的应许赐下平安。你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因为世人与神为敌，以至于失去了平安。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在纪念主降生的节期当中，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借这个机会能够来见证神的爱，不跟随世界的潮流狂欢。也求主怜悯那些迫害敌对基督徒的邪恶势力，光照他们能够早日悔改，正如保罗被光照的生命经历，让我们的生活反映信仰，能够来荣耀主。2020年对没有神的人来说是灾难的年，但是对神的儿女，我们却满有恩典的一年。我们仍然蒙神的保守，从岁首到年终，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我们也恳求主继续的保守美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临在这个国家，让我们能够平安无事，尽情的来度日，来荣耀你。我们将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起来唱赞美神，作为我们的结束。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